现在咱把模具更换一下啊，这个小模具我把它换上去，拧那个大模具的时候看一下啊，把这儿把这个气袋拔下来，然后拿那个扳手把这个大螺母松开，这个模具就拧下来了。然后把这个小模具装上去，也照样拧上，拧上，拧上之后把这个锁母还把它锁紧，这个锁母把它锁一下，把气袋插上，插气袋的时候只插一个啊，记住了，不能插俩，一插俩的气儿太大，插一个，那个就让它漏着就行。